In unreckoned number, they crossed to the east to seize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We called them the Franks. These pages tell the story of great leaders who fought for our land and our faith.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看完前面的宣传片呢，你应该也知道大概有什么样的内容了。画面中也有非常多的资讯。现在确定的时间就是11月14号，这个新的 DLC 会上市，售价是台币398块钱，个人认为已经是非常非常佛心的一个价格了。以它这个目前公布的内容量来讲，这个价格完全的可以接受，没有意外的话，当然我会继续做这个四代的节目，去介绍新的 DLC， 到时候分享一下。那我也希望它这个 DLC 我们可以拉回很多弃坑四代的玩家吧，希望可以多多回来，因为我还是觉得四代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不管是对战还是这个战役的部分，虽然它战役的耐玩度其实没有那么高，但对战我认为是近几年 RTS 里面算是做的最好的一款的哦。当然我们也期待之后有其他 RTS 可以发光发热，以新世代的 RTS 来讲，这款真的已经是我认为现在最好的一个竞技游戏了。人数一直也都维持在一个点啊，我不可能说 RTS 现在有很多人玩，确实会关注即时战略的已经是很少的玩家了，很小众的一个题材。继续更新到现在，当然也都希望各位有余的真的能考虑赞助一下频道，赞助一下节目，或者是你就直接加入会员来支持我继续做这些节目分享。既然我现在还有研究这个游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个游戏，还是希望能继续做我想要做的游戏，然后它能有一定的观众去看去支持，这样我才能持续的健康的更新这个节目，好不好？好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LC 的内容吧。孤单的崛起哦，这次的 DLC 内容呢会给到8个战役，2个新文明，还有4个变体文明，我们后面会讲到，还有10张的新地图，这个应该对竞技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10张新地图意味着我们要学习更多的打法，因为地图其实对战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还有2个新的生物群系，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还有新的可以解锁的奖励，全新的战役哦。这边各位就稍微看一下，总之苏丹的崛起哦，主要还是发生在这个2世纪末欧洲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中东。然后下面有这个穆斯林首领各个的战役，你可以体验他们的故事。这边能认识念出名字的，我大概只认识萨拉丁啊，剩下的真的有点困难啊，这可能要非常熟知这个历史的观众才会比较清楚啊。那他也提到说，这次战役的部分应该是会以海军为特色的战役哦，就期待一下吧。如果你喜欢战役的话。毕竟四代的战役确实也是教科书等级的，真的是教科书等级，因为做得非常精细。我们也期待他这次 DLC 出来之后，这次的战役也可以做得这么精细哦。英文名日本跟拜占庭，我相信这个是之前四代出来之后观众票选呼声最高，就是以游戏题材来讲，日本谁不爱？日本武士，对不对？竹青哦，忍者，没错，这个文明都会出现这些兵种哦。那再来就是拜占庭。拜占庭这次比较让我应该说惊喜的部分是，它有一个新资源，而且可以雇用佣兵。这好像让我想起了三代也有类似的玩法，也是有一个特殊资源嘛，然后你可以叫这个佣兵出来。我不确定拜占庭是不是用同样机制，但我觉得大概率有可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世纪帝国系列的，有可能这些机制有可能会被重复利用吧，我觉得啦。那日本这边的话呢，也确实有一个忍者的单位，没错。那至于他到时候要怎么用，现在就不清楚，所以也是等之后有更多的 gameplay 出来，可以再跟各位去做一个说明。总之，我们确定全新的2个文明，也意味着有全新的风格、全新的单位模型、全新的建筑风格。四代这部分是个人认为做的非常非常的精细的部分，我也觉得非常的讲究。变体文明到底是什么嘞？那个一开始我也看的有点疑惑，不过如果你有玩过《文明帝国6》的话，我猜
它是类似的做法，就是例如说阿拔斯王朝、中国、法国，就是法兰西亚还有神罗这部分会有变体文明。第一波的变体文明是这些，也就是说，今天是神罗，它会有两种神罗。那核心玩法会怎么改？目前我不知道它会改多大，但我猜应该是会延续大部分的机制，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maybe 地标重新做，或者是特色能力新加几条或改变几条，这我就不清楚了。那以目前网络上传闻的，就是下面这四个名称，这个部分我就不多加评论哦。反正看起来它制造了一点话题跟风波哦，很多玩家对这个名称感受到一个非常奇怪，就是例如说法兰西叫圣女贞德的话，这个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或者什么，就叫圣女贞德，这样听起来非常的奇怪。还有什么翡翠帝国，中国翡翠帝国，这个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但是这一个讯息却有在网络上被透露出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边哦。变体文明都还没有出现在，因为我去搜它官方网站，我是没有看到相关的介绍的，就是以正常管道去看，看不太到。不过在 Reddit 跟还有一些讨论区上的话呢，是有看到在 Xbox 就是家机平台上的商店页面有看到哦，右下角这边有看到这几个名称，就是也有这个国外的频道嘛。有去发布这四个变体文明，不过他用的旗帜，根据他自己讲，应该是他自己做的、啊，那个旗帜应该是假的才对、啊，除非又是哪里泄露，但他没有讲，不然的话，以他影片讲的说明来说，那些旗帜应该不是正式版。但这个名称，因为是在官方的网站上看到的，它会不会是正式名称，我也不清楚，也有可能它是一个暂代的名称。不过，因为我已经搜不到这个资料了，也不确定是官方刻意的不在 PC 平台透露，还是不小心在 Xbox 平台上面去透露到这个消息，这我就不得而知啊。总之，名称的部分，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我个人是还好。哦，就等于这次新的文明进来加变体文明，总共有六个新文明的意思。这意味着我们总共会有16个文明之后出现在我们的对战的，就是排列组合里面。所以我们有16个文明可以好好的到时候看一下各个文明间的对抗哦，非常的可怕。这个多六个文明差非常多。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讲说，变体文明不就以前的文明，对不对？多一点能力而已，怎么可以算新文明？基本上所有文明都是这样。换皮，然后同样的军营生出不同的单位，同样的弓箭厂生出不同的单位，差不多都是这样。所以如果它的变体文明多了一些新单位，或者是我们不说多新单位，我们把特色能力改掉啊，或者是有别的地标，或者是把地标能力改掉，那它确实就是一个新文明，因为你的打法会因为这些改动而完全的不同。对竞技玩家来讲，当然是差异非常大的，好不好？那我们还是期待一下这六个文明推出之后会带来的变化吧。那新地图就10张，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总之它是有10张，还有新的两个生物群，你可以选这个 Japanese Spring 日本的春天之类的，还有这个什么 Savanna 是不是苏林草原、哦、我用翻译翻的、啊、总之就看一下到时候这个地图的新生物聚落看起来是怎么样吧。好啦，那这就是大致上这次的内容啦。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期待这次 DLC 的内容的，到时候新文明上线应该又有好一阵子要忙了，然后关注这后续的消息，或者是你很喜欢四代的，就真的多多订阅。没办法加入会员的，没办法超级留言的，你就点个赞吧。这是我已经最低的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这个游戏我真的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啊。啊，我频道做了很多游戏，如果你有愿意点开我的频道里面的影片的话，你应该也可以看到我做了很多其他流量也蛮多的一些节目，但真的我会留下来做的，做很久的，一般来讲都是我真的还蛮喜欢的游戏，我会做的非常多集。只能说四代也还是有不少观众愿意的支持，也愿意留下来看，还能做的话我尽量的做。那也希望这次 DLC 上市的时候可以带来一波人潮，让这个四代重新的被看见，因为我已经讲了，四代是我认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做的最好的一个对战游戏，它真的算是平衡了。不要想说啊，这个胜率差这么多，怎么样怎么样的？但你要想，不同阶层的胜率本来就会不一样。你要想，世纪帝国现在，世纪帝国四现在有10个文明，能做到这样子的平衡度，我认为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好啦，那就这样吧，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带到这边，感谢各位收看，期待之后孤单的崛起 DLC 上线，就一样，下个影片再见，拜拜。